Hello? Degrees with the thermometer. I've left it on the desk for you. Object. Discover the tower ghost we're going with. Lisa Jones. Hands on boy. He's not the type of holiday. Do you know China? I'm going to A few moments later. 好，我有温度计，还有一个不知什么东西。我们三个都长得很帅，你可以随便挑一个。啊，抱歉，我已婚。那个人脑子不太好，你不用管他。没事，我已经有老公了，所以其他人我看不上。可以。我的那个温度计。二楼。Second floor, second floor, follow me, follow me. 我这边拿温度计，我会看一下有没有。哎，三度，三度五度。这个房间，你们现在这个厕所里可能有东西。看一下地板，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谁把温度计丢地板了？不要丢掉，也没事，算了。找到就好。这个是鬼屋，这是鬼屋。这是鬼屋，然后我这个是要干嘛的呀？这个是要干嘛的？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用。我靠！对了，有人，你有鬼箱，有那个。Where are you?你要拿那个，对不对？ Hello? 我把那个地上那个拿起来。Where are you? Can you hear me? Can you hear me? 听到了。他回复了，他说话了，说。钟明和。Where are you? 啊，这个就是那 EMF 啊。Hello. Yes, show yourself. Hello. EMF 五级。EMF 在我这边。温度已经到十几下，我下还有吗 ？EMS 三 ，EMS 三，哇塞 ！EMF 五快跑啊！跑！ EMF 五是危险是吗？五了，就是好看很。这个鬼呢？我想看一下鬼怎么办？你给我看一下。你自己在这待着。然后跟他聊天，我下楼。好的。厕所肯定是鬼屋 ，EMS 乘55。然后，哎。好的。现在不见了 ，EMS 变二了。哪个是通灵盒？哪里？交给我们就行了。我们两个是大佬。大佬。现在他好像还在厕所里。红色的这个还是白色的这个？白色的还是红色的呀 ？Can you speak? Show yourself.啥 ？Show yourself. Hello. 我靠。I need your photo. 哎，这个鬼听得懂中文吗？你要叫他的名字 ，Lisa， 你要叫 Lisa Joe， 然后激怒他，然后我们就跑。他叫 Lisa Joe 对吧 ？Lisa Joe， 你个大笨蛋。Lisa Joe。你是大笨蛋 ，Lisa， 有本事来杀我 ，Lisa 救 ，Show yourself， Lisa 救啊，出来呀 ，Show yourself， Lisa， 你打球跟蔡徐坤一样，你知道刚才有回复吗 ？Lisa 救，你打球像蔡徐坤，可是他是名字是女孩子，他声音是男生 ，Lisa 救。来，我看一下。我来说。我先写一下。Lisa Joe，你打球像蔡徐坤，你是个大笨蛋，你来杀我呀！哈哈哈，大笨蛋，哈哈哈，快出来，哈
他出来了，出来了，再跑，快跑，快跑，快跑！来了，在这里，他在这，哦。Show yourself, Lisa。看到他影子，我看到影子，拍到了吗？我看到影子，看到影子，但是有拍没拍照，我没照相机。我看到影子，我没拍，没有照相机，我只看到在角落。我拍了。先回车上看一下，我们有多少，已经做了多少的那个，然后我们统计一下。好。OK， 所以大致上我们三个，我们的那个已经做完，现在只要找出这个鬼是，我们要找出这个鬼是哪一种鬼，先看一下你的笔记本。灵球，灵球，最后一个是灵球。有灵球。对，我们可以走了，他们俩都死了，他们俩分逼。所以我们现在确定一个，就是它是 EMF 五，然后有灵球。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因为它通灵盒。让我看一下 EMF 五，通灵盒。EMF 通灵盒 ，EMF 五的有血通，有血有。Spirit Box 有 Go Song， 应该是 Jin 吧？你要写吗？距离。那你写吧。哎呀，没写，我没写。哎，我忘了写。算了。